车胜元六度访台见面会进账420万。下心话，哎呦哎呦，哎不要停啊！掌声加尖叫，欢迎车大神。从这里出场实在太犯规了啦，人家也想要近距离接触啊。八年前就把见面会处女秀献给台湾粉粉的车胜元，十四日又来到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啦。这么圈粉的车大婶，连胡子都剃掉了，还不快把超可爱的表情包统统收藏起来？새로운영화가한번촬영이남았어요근데그영화때문에수염을잘랐죠잘랐는데어떤분들은처음에저를보면은되게좀익숙하지않은모습입니다근데뭐영화때문에잘랐으니까对于四年前的粉丝见面会，自己还有一点点印象吗？좀힘들었었던시기에팬미팅을또했었고그많은제팬분들이아마그거를아마아셨을거예요근데뭐라그럴까다시이제좋은상황이돼서이렇게다시만나게된것자체가저한테는아주큰기쁨이죠네그래서또이팬미팅이끝나고언제할지는모르겠지만光是见面会就进账420万，可是车胜元隔天就要离台了，本集不公开。他预告明年可能会接综艺节目，还会再拍一部韩剧，大家敬请期待喽。娱乐懂新闻，谢谢报道。